常与他们同在，总不动摇，并将永远表扬他们。阿肋路亚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子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大家早安，神父早安。今天的读经延续了昨天我们所听到的，就是在五旬节，伯多跟其他的总督们他们宣讲。那在今天我们将听到的，这些人他们听了总督们的宣讲，他们就问我们该做什么。门徒们说，你们要悔改，要领洗。所以那天他们领洗的人数增加3000人，一天当中有3000人。现在我们大家认罪，准备我们的心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，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的重罪。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，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天主在天受光荣，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。主天主天上的君王，全能的天主圣父，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，赞美你，称颂你，朝拜你，显扬你，感谢你。主耶稣基督独生子，主天主天主的羔羊，圣父之子，主免世罪者，求你垂怜我们。主免世罪者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。坐在圣父之右者，求你垂怜我们。因为只有你是圣的，只有你是主，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耶稣基督，你和圣神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。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你借着逾越奥基拯救了我们，求你不断地广施天恩，领导我们获得圆满的自由，使我们今生尝到的天上神位，来世得以永远享受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。阿们。攻读宗徒大事录。五旬节那天，伯多对犹太人说，以色列全家应当确实知道，天主已经把你们定死的这位耶稣立为主，立为墨西亚了。他们听了这话，觉得刺心，就对伯多和其他宗徒说，诸位弟兄，我们该做什么呢？伯多便对他们说，你们悔改吧，每人都要因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好赦免你们的罪过，并领受圣神的恩惠，因为这恩许就是为了你们和你们的子女以及所有在远方的人，因为都是我们的上主天主所召教的。他还讲了许多别的作证的话，并劝他们说，你们应就自己脱离这邪恶的世代。于是
接受他的话的人都受了洗，那一天大约增加了3000人。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上主的慈爱弥漫大地。上主的慈爱弥漫大地。因为上主的话句句真实，他的一切作为完全可靠，他爱护正义和公理，他的慈爱弥漫大地。上主的慈爱弥漫大地。因为上主的眼睛垂视那敬畏他的人，眷顾那些投靠他慈爱的人，他为救他们免于死亡，在饥荒中养活他们。上主的慈爱弥漫大地。我的灵魂仰望上主，他是我们的救助和保障。上主，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，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。上主的慈爱弥漫大地。各位教友，请向逾越节的羔羊献祭歌颂。羔羊赎回了群羊，圣洁无罪的基督，使罪人与天父和好如初。生命与死亡展开了决斗，使人惊惶。生命的主宰死而复活，永生永亡。玛利亚，请告诉我们，你在路上看见了什么？我看见永生基督的坟墓和他复活后无比的光荣，还看见天使作证，又有看见和脸部。基督，我的期望已经复活，他要先你们而去加里勒亚。我们知道基督确实从死者中复活，胜利的君王，求你垂怜我们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这是上主选定的一天，我们要欢欣鼓舞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阿门，路亚，阿门，路亚，阿门，路亚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阿门，路亚，阿门，路亚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恭读圣若望福音。主，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候，玛丽站在坟墓外边哭泣。她哭的时候，俯身往坟墓里面观看，看见两位穿白衣的天使坐在安放过耶稣遗体的地方，一位在头部，一位在脚部。天使对他说：“女人，你为什么哭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有人把我的主搬走了，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了。”说了这话，就转过身来看，见耶稣站在那里，却不知道他就是耶稣。耶稣就对他说：“女人，你为什么哭？你找谁？”他以为是园丁，就说：“先生，若是你把他搬走了，请告诉我，
你把它放在哪里，我好去取回来。耶稣对他说：玛利。他转过身来，用希伯来话对他说：拉布尼，就是老师的意思。耶稣对他说：你别拉住我，因为我还没有升到父那里去。你到我的弟兄那里去，告诉他们，我要升到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那里去，升到我的天主，也是你们的天主那里去。玛利德莲就去告诉门徒说：“我看见了主。”也报告了耶稣对他说的话。上主的圣言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大家平安。神父平安。我们看了今天的福音，玛利亚·马德勒纳，因为耶稣的死亡，他非常的痛苦难过。我看到这个的时候，我就想起有一封信，我所说的一封信。这封信是我在泰山，在已经来台湾，在泰山的时候学中文学神学，后来有一天我就收到了一封信，来自荷兰。那这个荷兰我就不知道这个是谁，看了以后呢就知道这个是在荷兰，他以前是在印尼工作的一个神父。他写了信，写信说我爸爸过世的那一天，他帮助那个殡葬的礼仪，殡葬结束了，妈妈就是痛苦难过的回家了，留下我在坟墓旁边，所以这个神父他就带着我回家，抱着我带回家。他把这个故事他就写下来以后呢就跟我分享。那我那时候看到了，我就觉得是一个人，他真的是因为是爱一个死去的，他的心里面应该是怎样的难过，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痛苦，一切什么事情都忘记了，连自己的孩子什么的也会忘记。在今天的福音，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玛利德莲，玛利亚马德勒纳，他应该是 也是一样的，他如此的爱耶稣基督，但是呢他也知道三天之前耶稣已经被钉死了，死了，被埋葬了，他知道他的遗体是放在哪里，因为当耶稣被埋葬的时候他也见证了耶稣的坟墓，所以第三天他就来到这坟墓里，到坟墓，站在坟墓门口哭着哭着，以后他就看到里面，就看里面就两个天使，所以意思说他到坟墓的时候，墓门那个石头大石头已经被挪开了，他到里面就看到两个天使，穿白衣的，一个是在耶稣的头部，一个是在耶稣的脚部，很奇怪。他看到了天使，他一点都没有惊讶，一点都没有惊讶。以后呢，里面的还问他：“女人，你找谁？”他也没有说：“你们到底是谁？为什么在坟墓里面有两个人？在坟墓里面不是只有一个，就是耶稣基督吗？耶稣在哪里啊？你们在这里？”他应该这样问，他一点都没有问。尸体不见了，在里面有人，我应该就问你们两个，你们应该有什么事情的，你们一定要告诉我。那他就说你找谁，他还说我主的遗体不见了，我不知道放在哪里了，他就是这样的回答，他没有问这两个。他往外看的时候，在后面有一个人也是问了同样的事情，女人，你为什么哭？你找谁？他说：“如果你把他的遗体带走了，你告诉我。”他不知道这个就是耶稣。到最后，耶稣用他的名字，叫他的名字玛利亚，他才知道这个是耶稣，叫他拉布尼，拉布尼。
那我们看到这个跟他短短的一个谈话，他就认出这个应该是耶稣基督。短短的谈话，他认出这个是耶稣基督。我们呢？我们是否就很快的像玛利亚、马德勒纳，我们就认出耶稣基督真的是站在我们的面前吗？这个是一个。另外一个是，他得到一个使命，你回去告诉我的弟兄们，我先回去到我的天主，也是你们的天主，到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那里去。他得到一个使命，要把他所看见的、他所体会的跟门徒们分享。所以第一，他认出耶稣来，他马上认出耶稣来。第二，他把他所认出耶稣的去跟其他的人分享。这个是复活节的讯息。我们知道，我们也体会到耶稣的复活，因为耶稣的复活，我们就有一个希望。我们把这个我们所体会到的、我们所看到的希望，也跟别人分享，让别人也可以看到他自己的未来，看到他自己生命的意义。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向一起奉献于天主。天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天主，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力全力效爱你。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，为光荣你的生命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天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、家人、亲友及一切恩人，施恩于教会首长、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分施其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。
阿们。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礼程，你们去传报福音吧。阿肋路亚，阿肋路亚。感谢天主，阿肋路亚，阿肋路亚，阿肋路亚。阿肋路亚。